师祖籍台湾嘉义县，法师同时极具善根，内心总觉世间无常，年19潜行欲出家而未果。1988年因缘成熟，于水里莲音寺里忏公老和尚出家修行，是年于基隆海会寺受三坛大戒。1991年毕业于鹿谷净律寺学佛院，院年创始学讲戒学，为更深入律学，1995年至南投普里正觉精舍亲近一指海公律师及上果下清律师座下学习。是年随清公律师至泰国更增寿南传戒。平常除为众讲授戒法，亦为常住担任监院执事，经常受国内外诸多道场居士团体的邀请讲授戒学以及主持佛期。师以持戒念佛为自利利他修行的宗旨，兼习经论之学，辅助建立如法僧团，住持正法，续佛慧命，以净戒为因，净土为果，作为修行不二法门。接着我们再看这结罪重情，那么先令呢是这样不思度的、在华藏大师的书里面呢，每一条戒都列出十种对治的法，我们简单讲一种呢，说一说。那么里头讲呢，说由于呢我们呢过去世不能串习这个布施呢，所以今世有这个悭贪，对财物有悭吝呢，不肯施舍，有那个习气在啊。那我们呢要是说呢不努力的来行这个施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够破除这样的习气，使令这个习气啊更增长了。那么我们在造业当中呢有两种呢，一种呢是一手果，一种是等流果。那么一手果就是感召三界，三界的轮回这一方面的一手果，那么六道的这个总报。那么等流果呢，等流果就是习气啊，心的等流，我们在造作的当下那个心念，它会呢流到下一辈子去了。所以呢你要不对治它，它会增长，能够将来会障碍了大的布施啊。所以啊障碍布施，那你就不能够了，大的布施不能成就啊，菩提佛果不能成就的。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举一个大智度论的这个故事来讲一讲。在大智度论的谈波罗蜜当中讲到了，说大若士国，月亮的那个月，那个读若士，大若士国当中呢，佛家罗城里头呢有一个画师专门替人家画画的，他名字叫做千罗，卢舍罗佛的那个罗，他到了其他国家呢，就多利陀国去啊，为人家刻画，做这个画工呢。十二年当中呢，所得的这些财物啊，就是32金，十二年啊，获得这个代价32金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带着啊这一些金钱呢、回到他的国家，那么。到了这个国家的时候呢，在佛家罗城里头啊，就听到有人在打鼓。打鼓是什么呢？就要吃饭用斋的。我们到泰国去参访的时候呢，那个道场吃饭是打鼓的，不像我们这边打板。但是呢，鼓打板或者什么声音都可以的，
只要能够坐相啊，召集十方僧的意识啊，都可以。好，在律上呢，它是没有规定用哪一种的，啊，都可以。那个他听到了，城里面呢有大法会呀，他就很好奇往前去看呢，啊，看了又看了很多的出家众，这些大众生呢，每个人呢为一祭祖哦，他就升起这个清净心呢，就向前呢问那个维农啊，啊，问维农，那么这么多人呢，要多少钱财才足够做一天的饮食呢？就是说呢，需要多少的钱财来买饮食才够供养大众生吃一餐呢？这维罗斯啊就回答了，这维罗呢在律上呢所讲的维罗，不是我们这个业众那个打那个大清那个维罗，那个维罗就是执事，啊，执事啊。那维罗就回答32斤，足足可以当做一天的饮食。哦，他听了很欢喜，马上将身上的32斤通通拿出来，一下子布施了，就交给维农了，说：“师父啊，你慈悲，麻烦你为我做一天的饮食来供养大众生，我明天呢，会来参加法会的。”前一布施出去啊，两手空空就回家了。回家呢，12年来都没有回家嘛，终于回到家里面的。到了家，他的妇人呢，就问他说：“说丈夫啊，你12年啊离乡背井啊，去为人家画画，那离开我们那么久，我们家呢生活是过得很不好啊。那你12年来，你得到多少的代价呢？”他就回答32斤，哇，太好了，这32斤呢可以用很久了，不愁穿不愁喝了。这时候呢，他的妇人就说：“那32斤在哪里呢？赶快拿出来啊！”他说：“32斤现在已经种到福田里面去了。”这人听到了，就是莫名其妙的，是什么福田呢？什么是福田？千罗就说了：“说我已经布施给大众生了，供养给比丘僧他们了，通通布施出去了。”这个妇人呢，一听啊，就非常生气啊！12年来没有拿半毛钱回家。今天回来因为没有拿半毛钱回家，这妇人一气之下就把他绑起来，就送到那个官府去治罪。到了官府去啊，这个段事官就问了，说：“你们两位今天来是什么缘故呢？”啊，这个妇人就说了：“是我这个丈夫啊癫狂的，神经有问题的，12年来工作所得的32斤不拿回来给 家里的妻子儿子受用呢，说什么拿去布施给大众生？我现在按照呢这个王法把这个丈夫绑来的，请大官呢大人你要治罚他的罪。”这个段事官听了之后呢，他接着就问千罗说了：“说你是不是将这些钱供养给比丘僧呢？”他说：“是啊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攻击你的妻子儿女呢？”这千罗呢就回答说了：“我过去世以来啊，就是因为不行这些功德嘛，不修福，所以今世当中啊就贫穷啊，受种种啊受了种种的辛苦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好不容易遇到这个福田呢，太好了。我现在要来不及修福的话，将来啊我还是一样贫穷啊，贫穷相续啊，到哪一天才能够解脱呢？所以我现在啊一下子我想通了，马上。”顿舍贫穷，通通布施出去了，通通供养出去了。这个大官呢是一个优婆塞，他信佛的，听了这一段话呢，就赞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甚为难得啊！12年当中呢，所有的力量完全布施出去了，你是个好人啊。那你现在呢，刚刚种下这个福田器啊，大众生虽然还没有受用啊，谷子种下去，芽生出来了。”大的果报还在后面等着呢。这段事官讲完了之后，就下来了，将身上的璎珞啊拿下来，啊，供养给他，连自己所做的那个象马车乘也布施给他，还画一个聚落给他做，给他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很聪明啊，啊，无常到来啊，你迁徙也没有用的，也没有用的。所以啊，须达长者啊，他就是这样了，
这个佛要度他呢，要破他的贫穷的苦啊。他虽然这一次富有啊，但是还有那一些过失在的，叫比丘僧啊，通通去偷钵了，那么所有的饭呢，通通偷完了，乃至稀饭呢，米也没有，剩下汁，只有佛就去了，还有没有啊？剩下的汁啊，拿出来布施好了，好就布施出去，佛就跟他受记，你生生世世不会有贫穷的，所有贫穷的通通拔除掉了，好，这个施。才能够成就呢福报，破这个悭贪呢，悭贪是贫穷的因呢。好，其次我们再看这底下皆罪重轻，此戒被五缘尘众一众生分上中下三品，三品的众生。第二呢，众生想，众生想。第三呢，悔毁心，恶心。嗔心啊，吝惜自己的财物佛法，想要打骂，用打用喝骂来拒绝对方。第四呢，是悔毁相，悔毁的相状呢，就是隐藏或者避开啊，不给予财物，不为他说法，或者说我都没有，我的手拿着这个杖啊，来驱赶呵斥对方的，或者以恶言呢加骂。自己做或者教人家为我做，都是犯众，都是犯众的。好，第五前人领纳，知道呢，我们呢迁徙啊，不施财，不布施法，受我打骂，随着每一桩事情，随着每一句喝骂的言辞，都是犯众，随事随意结众的啊。我们看着犯跟不犯的情形。犯呢所牵者，我们所迁徙加毁的对象，有戒者皆众。有戒就是说他受了菩萨戒，大圣七众或者小圣二众都是一样，你所迁徙对象是这个都要犯众。所迁徙者是无戒皆轻，犯轻过罪，犯轻过罪。但是呢，藕益大师讲啊，说求者三智，若不施者犯众。他也很有耐心呢、他第一次来，你没给他，好吧，我等一下再来。那等一下没有，那我明天再来，都没有给他，要犯众的，犯众的，因为呢，他也很有耐心嘛，要方便呢。要方便安慰啊，开导他，使令呢求的人呢不生这个嫌恨心呢，这是不解犯的。但是呢，你要都没有啊，都拒绝，那这个就要犯了，要犯了。接着呢，不犯的情形呢，不以财物的开言呢、若自无，那自己他所祈求的你没有，但是你应该讲好话，不要讲他呢难听的话。若求非法物，他所求的是非法物，国家所禁止的枪啊、炮啊，或者毒药啊，不益对方的这些东西啊，酒肉赌具等等的，这个都不能布施的，不能布施。不依法的开言呢、若外道求断，他是外道，本来就不信嘛，那你不用布施他，也不会犯的。若所修法未善通令等，就是说假使他所问的这些法呢，我们还没有啊，修行还没有通达，还没有明了这个力啊，就是明白，这样子也是不犯的，也是不犯。或者你跟他讲法之后呢，他不正思维，对方呢，这个你这么跟他说，他会想到其他去了，增长他的邪见，或者呢，因此而毁谤呢，喝骂这个佛法，道心退没呢，这一些不跟他讲的，不善犯的，不善犯。好，那么其次我们再看这第九条，第九条戒呢是嗔心呢不受毁戒。那么嗔心不受毁呢？
就是说呢，菩萨的内心当中呢，升起这个愤怒，将这个愤怒啊表现在身口啊，纵然对方知道啊他自己错了，而诚心来向菩萨呢佛子来祈求忏悔，但是菩萨也不接受，这个呢，那就叫称心不受悔。菩萨道当中呢，由称心所发动的造作的业是最重的。火烧功德林呢，啊，欲行菩萨道，忍入护称心。华严经呢当中讲到了，佛就说了，说我不见呢一恶法，有一个恶法要超过于菩萨一念的称心。那个华严经里面呢，四十华严讲到说一念啊，一念称心起啊，百万障门开，就列出很多很多的障啊。四十华严呢，第三卷三十五里面呢，广泛引出来说明啊，诸位读一读啊，我们诵一诵啊，诵一诵啊，对自己啊调伏烦恼有帮助的。要想到有那么多的过失啊，那我要对治它呢。不对治他可不行的。好，那么在大智度论当中呢，讲到一个情形，讲到一个情形呢，说呢，诸烦恼中嗔是最重的，不善报当中以嗔所发动造业果报，造的啊造的果报是最大的，其他的烦恼没有像那么重的罪。那么在里头呢，他就讲了，举一个公案来说呢，说呢，居散弥国的比丘啊，啊，居散弥国的比丘呢，因为啊小小的因缘呢，他嗔心呢转大了，就分为二部，本来是和和的僧团了，就拆了，拆了呢，那么你假使想要来断除啊，三个月当中还不能够止息的。当时候呢，那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，佛呢就亲自呢到了这个比丘的比丘身当中呢，在众中呢就挤轮相之手啊，就遮止，就告诫大家说啊，说你们诸比丘啊，不要斗争呢，不要恶心相续啊，苦报啊非常严重啊，你们都追求涅槃的，舍弃了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。在这个佛的善法当中呢，来修行，为什么嗔恚斗争呢？世间的人呢，这个愤恨斗争呢，是有可恕，还是可以宽恕的？为什么呢？这在家人造业啊，是他分内的事情，不足以深责的。这出家之人怎么可以这样斗争呢？那么当时讲。